不是，抽这个妈呀，英雄联盟的那个十大选手皮肤比原神那个还贵啊，龙王还贵啊。哎，不对，我先出去好了。不是，我十大选手皮肤呢，我领了呀，我换了呀，皮肤呢？一万豪也有吗？有啊，小明那个，小明那个色体有啊。小明是万豪。选那个炫彩。炫彩是吧？是这个，但是我要买一个才能搞个线，不是什么下路怎么不出呀？对面什么意思啊？刀姐，先出三种野的下路啊！我操！不是啊，那我得先买个皮肤才能那个是吗？我操，心态崩了，这个怎么换？大选手不是皮肤是炫彩吗？是炫彩的，等一下，这个怎么做任务啊？这个我已经这个还有皮肤啊。十大皮肤不是皮肤吗？不是，我操，你知道吗？维恩的炫彩皮肤，我要解锁十个，就是我要抽十个十大选手皮肤才能领这个维恩的炫彩皮肤。啊？就是我要花5000块钱才能领这个维恩的炫彩的，就 UZI 的那个维恩皮肤的炫彩皮肤。不然其他的不坑，不然怎么叫坑钱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你这不想做吗？张无忌，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，我会抽的，我很支持英雄联盟。英雄联盟，哎，我也要抽的，我只是说坑钱，但是我也会抽啊。不，你这个完全不尊重英雄联盟玩家和那个英雄联盟这个游戏。我跟你说，我以后兄弟们，我再也不跟张无忌一起玩了。这个人这个的太过分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一个英雄联盟主播都不支持英雄联盟是吗？你让我抽，哪怕你秒了。张无忌要被办掉，这个我只能说张无忌这个很没素质，兄弟们，他一个英雄联盟，哎，兄弟们，我只能说刚刚大 B 微信私信我说让我说英雄联盟坑钱啊，你证据拿出来，如果我发了这个我直接有啊，我直接视频摆出来，你发出来，如果有这个视频我直接不播了，我今天开始就直接停播了，你赶紧发出来。有这个视频你直接发，你不是改名金逗逼吗？不，你直接发，你发出来我直接抽。如果有这个视频我从今天开始直接不播了啊，我直接停播，你赶紧发出来，来发。你别逼我找 PS 啊。不来 PS， 妈呀 PS 个鸡巴的 PS， 你找老人 PS 也行，赶紧发。哎，但是我说实话，我说白了，我只说实话，我不装了，有点贵，确实有点贵，这个等一下。